我是刚刚那座站台八零九零，是12月31号台北捷运中山纪念线松江南京站7:35所拍摄的是311次开往松山的高年雄刚刚的19列车。往松山。今天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，109年，9月31号，然后是由西山慢行高年雄刚刚的19列车有533次、533班，在松江南京站停靠311次开往松山，关闭车门就打拜拜。先去松山机场，去哥哥再见。今年的最后一天要去机场，刚开始就拿这件。